今天是台风天，然后风雨很大，看到我后面在下雨。其实今天不应该出门，因为风太大的时候，真的可能被风吹走。可是让我一整天关在家里，所以呢，我就早一点去睡觉，然后早一点起床，然后吃早餐。然后现在是风雨没有到很大，可是下午可能会变大。现在呢，要走去吃早餐的路上，随手拍拍。路上没什么人，可能是因为，大家怕被台风吹走。然后啊，对，今天台北市都已经停班停课了，对，就是不用上班也不用上课。就是如果台风多的话，其实台湾还蛮常放这种台风假的。就是我刚去我弟弟房间跟他聊天，他就有说一种赚到的感觉。你看后面的花花草草。是开始有一点被吹得东倒西歪的，对，好，那我现在拿早餐的，好，不要，哎，谢谢，哎，我拿到我的早餐，对。手机防水，不然应该没办法这样拍，可能会坏掉。有吗？看得出来有风。裙子已经快要淋湿了，一半湿掉。风雨是，大概是这样子，拜拜。